早在100多年前，荷兰人 Willem Anselm 就利用三个盐水梯桶和弦线电流计，成功采集并放大了心电信号。今天只要将廉价的电极贴到胸前，通过放大器的放大，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心电信号。心电信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微弱电信号，它的幅度不超过几毫伏，直接用示波器是观察不到的，因为噪音的幅度比心电信号还要大。通常对付这样微弱的信号，需要用导线引入放大电路中实时放大，这是一个典型的获取信号的流程。导线带来的共膜噪音可通过差分放大器来抑制，之后的信号将由滤波器过滤掉不需要的频率成分，比如心电的频率为1赫兹到100赫兹，所以常用带通滤波器过滤掉频率小于1赫兹和大于100赫兹的信号，最后再由放大器将信号进行实质的放大，达到后续电路所需要的电压幅度。好，我们在面包板上已经连接好了这个心电放大器的电路。我们看电路图，首先呢，在输入端左侧有两个输入端，待会我们会演示把手臂上的心电信号给输入到这个放大器里头来。由于人体是导体，所以呢，从胸腔传出的心电信号是可以到达手臂，然后呢，我们在手臂通过电极采集就可以得到心电信号了。所以这两端的心电信号呢，进入到两个缓冲器当中，这两个缓冲器呢可以提高输入的阻抗，经过两个缓冲器以后就到达了一个差分放大器，这个差分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啊，就进行初步的放大，然后呢放大过的信号呢将经过一个带通滤波器，这个带通滤波器的通带呢是从 1.5 到40赫兹，也就是说只有 1.5 到40赫兹这个频率范围内的信号可以通过带通滤波器。最后再进行部分的放大之后呢，从这个 LN358 的管角7输出。所以这两个端呢是输入端，也就是第一个 LN358 的管角3和管角5。然后信号经过两极放大之后，在第二个 LM358 的管角7输出，这是整个信号的流向。这里呢有两个电位器，其中呢最后一个电位器是一个10千欧的电位器，它可以调整第二极放大器的增益，所以呢可以控制输出端的电压的这个信号的幅度。还有一个这个电位器呢是一个微调的多圈电位器啊，这个电位器呢和我们前面所使用的不同，它呢比较瘦啊，比较瘦，也有三个管角，同样的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管角啊是这个滑片端，另外两端是固定端，也是利用滑片端和其中一个固定端这个电阻的变化来使得电位器接入电路的这个电阻呢发生改变。它上头也有一个供于调节的一个旋钮，这个旋钮比较小，可以使用一个一字的改锥进行调整。这个电位器呢调节的是共膜抑制比，把共膜抑制比调到最高才更有力呢对这个心电信号进行放大。在电路连接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共膜抑制比进行一下设置。方法很简单，我们呢已经预留了两个输入端啊，这两个是管角3和管角5，这是两个输入端。共膜抑制比呢，也就是对这两个输入端的共膜信号，也就是相同部分的信号要进行相减，或者说进行这个压缩。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两端这个输入端呢都连接到同一个信号源当中。啊，如果连接到同一个信号源当中，这两个输入端呢得到的是同样的信号。如果这一部分放大器有非常好的共膜抑制比，应该在第一级，也就是 LN358 的管角1上得到一个啊接近于零的一个信号，说明同共膜的信号呢被完美的给抵消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万用表监测 LM358 的管角1，也就是它的第一级的输出，然后呢
看看调节电位器，使得这个管脚一上的电压接近零，这样呢就能得到这个电路最大的共模抑制比。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拿来鳄鱼加线，把这个鳄鱼加线分别和两个输入端给连接在一起。连接完成了以后呢，可以把这两端呢都接到电源正上啊。我们知道这个电源的正极呢也算是一个直流信号，所以呢如果它的共模抑制比非常好，它应该同样的能把这个输入的共模的直流信号呢也给抵消掉。好，这样子连接完成了以后，在这两个输入端得到的是共模的这个直流电压信号。好，接下来呢拿来万用表，把万用表拨到直流电压的测量档。好，然后呢两个表笔，把黑色的表笔接地和电路的地线相连，红色表笔呢和第一级放大器，也就是这个 LM358 的管脚一相连。好，我们看现在闭合电源开关以后呢，我们会看到万用表上有一个读数，此时呢是 0.38 伏哈。我们呢调节这个多圈的电位器，使得这个读数呢接近于零。好，我们看现在呢万用表的读数接近于零，现在呢非常小，大概只有20毫伏啊。由于电路的这个元器件的选取和参数等的这个不精确，这个值呢可能会是正数，可能会是负数啊，一律这个值呢有可能接近于零，但是呢不一定等于零。只要我们调节这个电位器，使得这个显示的电压值达到最小啊，达到的最小，比如说越接近于零越好就可以了，说明这个时候呢这个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已经调节到最高。如果有共模信号输入到这两个输入端呢，这个信号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抑制。啊，这就是调节心电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的过程。这个部分呢不可以省略，否则呢一会呢就观察不到放大的心电信号。完成了共模抑制比的调节以后，我们可以用 PC 示波器对这个心电信号进行显示，拿来 C33.61PC 示波器的这个保护电路，我们把保护电路的探针和心电放大器的输出端相连。首先把黑色的这个探针连接到地线中，红色的这个探针和输出端，也就是管脚七相连。接下来我们在计算机上运行 PC 示波器这个软件，然后把它的设备选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用它来观察心电信号了。从 C33 套件中拿来三个心电电极啊，这个就是心电电极的外观。这些心电电极呢就可以用来采集心电信号。注意看这个电极呢有两面，把它撕下来哈，从这个粘贴纸上撕下来，它有两面，其中一面带有粘性的，就是贴到皮肤上的一面，中间呢具有一些耦合的液体，这是湿润的，用于导通我们的皮肤，所以呢把它贴到皮肤上，皮肤上的电信号就能够进入电极，然后从背面的这个接线柱上输出，这个地方呢只要加上鳄鱼夹就能采集到心电信号。好，我们把这个电极呢分别贴到左右手腕上，拿来第二个电极给它贴到另一个手腕上。好，第三个电极呢我们给它贴到右腿的这个大腿位置上。在刚才连接了两个鳄鱼夹在两个输入端的基础之上，再拿来一个比如黑色的鳄鱼夹线和电路的地线相连，这样我们有三个鳄鱼夹，其中的两个输入端的鳄鱼夹和左右手上的心电电极相连，把鳄鱼夹加到心电电极的接线柱上即可。然后呢，接地的这个黑色的鳄鱼夹和右腿上的心电电极的接线柱相连，这样心电信号就可以输入到心电放大器中了。
好，这三个电极已经在左手、右手和右腿上连接好了，并且通过鳄鱼加线把心电信号引到电路中，就可以单击 PC 示波器的开始按钮。我们看到一开始呢会有一些噪音，如果呢我们身体尽量保持平静，两个手呢自然的放松，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心电信号。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慢慢的等这个信号呢平静下来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些跳动啊，注意看，哎，这个跳动，偶尔的跳动就是心电信号。这个跳动就是我们心跳心电信号被放大之后由 PC 示波器采集到的结果。为了更清楚的观察，我们在这个窗口上双击一下，可以观察到频率比较低的心电信号。好，双击在这个屏幕上以后呢，把这个刷新率调节到最小，也就是拉到最左侧的位置，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明显的心跳心电信号的波形啊，可以改变这个量程以观察到更为清楚的心电信号。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改变增益，以使得这个信号的幅度呢有所增加或者是衰减。好，我们注意看，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心电放大器把我们的心电信号采集并且显示的一个效果。这个电路呢成功实现了把微小的信号进行了成百上千倍放大之后得到的一个效果。